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会员推车。这一次的会员推车是来自我们台中的乡亲，我们的老会员老林啊，甲组的啦，尬州的老林，好不好？开着我们的2010年的 Lancer Fortis 1.8 嘛，1.8。阿弟塞瓦库啊，记下。伫厝诶，接触到即卖应该8年啊。哦，所以等于也是从新车到现在。新车到现在。所以它原本应该不是长这样吧？对，接手之后才把它稍微换一下。它本来是家庭版的吧？欸、没有，本来就运动版。那时候是买 EO 的版本。EO 诶，对吧 ？EO 诶版本。EO 诶哦，好，五星黑头灯呐、啊，哈、哦。没有啦，这是雾化啦。好，雾化头灯啊，雾化头灯，老化头灯啊，你看啦、啊，这个漆都爆了，哦，还有鸟屎，哎、欸，这是无洗啊，是你条缸哎，脏滴掉哎，嘿，条缸无洗，一般来参加节目都把它洗得很干净，没有，保存这个原汁原味，你喜欢填瓦靠呀？路边啊，就家里的停车场了。家里有几台车？这是你第一台车吗？家里有两台，有两台车，算第一台，对，啊，只是陆续有开过好几台，就还是留这一台，还是留这一台，为什么？当初自己花钱的啊，想说就多花点钱顾一下他。大概花了什么东西？我现在看到有 linking 嘛， linking 卡钳、铁板、避震嘛，外观贴了鲨鱼鳍嘛。对，哎，当够盖的哦。有，发动后段要切消音包。大概应该就这样。它里面的话，就我把它恢复原厂。恢复原厂上面是本来是怎样？爸爸当初还在的时候，里面是装一颗 V8。是假的，对，他、啊、那时候里面全部拆空，哦，所以爸爸比你还屌就对了。对，爸爸家里以前开修配厂，对，哇，爸爸改很大，所以呢 ，Integra 也是这样来的。啊对，他家还有 Integra， 我画很久了，叫他什么时候卖给我，他都不要，舍不得，不行。他说爸爸留给他的，对对对，要当传家宝，一直不给我 DC 五嘛，对 DC 五，这个装哪一台车的 V 8、啊、爸爸那时候自己弄的，就跟我当初两个自己魔改，怎么塞得进去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有把下面用开往下压，太屌了吧！这一台车呢，我先看一下外观好不好？保险杆有点开开的嘛，绕也还啊，啊这边也都掉漆了，有没有？那个是在台中时候被学生妹妹撞的啊，你还记得是妹妹？是妹妹，我后来就想要算了，不要让她花钱，我就叫她不用赔了，不用赔车，赔你就好了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老婆当初在哦在车上，对 对， 對，没办法讲、欸，不用赔车，赔人就好了。对 对， 對，赔人就好，类似这样子就对。侧裙也是原来的嘛，原都远的都远。哦，这么破啊一样的，你真正拢无咧擦小姨啊呢？就算了，就这样了。你准备把它开到废了为止。啊，这是当初最流行的，这会发光的吗？会，一根派呀。啊，以前会发光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这某某铝圈，来自士蒙卡钳嘛，是活塞卡钳对吧？啊，这嘛，以前曾经有贴过卡梦的膜，对，现在也已经斑驳了。这也是曾经深爱过的一台车子、啊，对对对，跟你老婆一样，不是？一直都很爱，一直都很爱。啊连这个屋顶的漆都爆了呢。对啊，你是用玻璃塞车把它来换哦。四年哇，自老大生了就玻璃塞车啊。所以看小师频道不一定都是顾车的，好不好？也有顾老婆的，不顾车的。QLO 是啥？骷髅，他的名字叫骷髅啊。魔法阿嬷里面那只猫咪。你帮他取名字的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拉力亚贴片你换了不？啊，还有高级方向盘护道，椅子坐到都已经逼车了。都破了，好、哦，这个EO版有双色，红黑双色，够天窗的嘛？嗯，这么天窗没用怕亏哎，老醉了，胶条硬化了，没当亏吗？它能开，只是打开完隔天如果有下雨，惊老醉。没啦，排水沟有清就没老醉啊，我的清啊，水晶排挡头呢？这个应该是近期更换的哦。一年多了，对啊，一年多算最近期的啊，你四年多没洗车，一年多还有帮他换水晶排挡头，算是近期最新的改装品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觉得最难得的一件事是，他在车上竟然没有带凶器啊，收起来了是。嗯，我看后车厢，搞不好藏在后车厢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啊。你看啊，人家带婴儿安全锁，人家是 baby in car。还是这里面打开是消音筒煮起来啊，这一盒啊，枪箱枪箱，哦啦，这西马诺哎，钓鱼的、啊，谁啊？那个嘎嘎嘎嘎嘎那个啊，不过看起来很像枪盒有没有？那个消音筒拿起来这样组合起来，咔啦咔啦咔啦，然后消音筒转，咻咻咻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，人家有载小朋友的啦，对，不要污名化台中，好不好？经济之都啦，哎、欸，我没有黑你跟你讲，台中人自己讲的哦、喔，不是我讲的哦、喔。你看小朋友车，哦、喔、，baby seat。安全座椅啊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两个小孩、啊，两个老大老二当初的哦，那现在老三刚满月不久，然后十万，你管三个，我来看一下引擎室，改过 V 八以后，引擎室有多混乱。没有没有，已经回了，回很圆很圆。屁咧，改回来我就一定有蛛丝马迹，对不对？
欸，不过真的看不太出来，爸爸工艺好，欸，真的看不太出来啊，就这个叶子板换过而已，这个换过，对吧？对，被撞了，欸，不过蛮意外的呢，我以为会改得乱七八糟，其实没有，欸，蛮自然的呢，自然的脏，哎呀，我以为会线路拉得乱七八糟的，不会，其实没有呢，因为你一般哦，你要塞一个异种植入的引擎啊，感觉要修改很多地方嘛，可能要切啊，引擎脚要修啊，要烧啊。当初在换的时候，风箱什么全拆完之后，那时候都没装，只放那一颗引擎了。那时候都从下面了，有那时候下面的支架是全拆而已。落的时候弄会卡到路掉啊，那些都换掉了 ，T 架都换掉而已啊。没有太多的蛛丝马迹耶。哦，不过前面保杆这是内铁，好像有换过呢。有。你看哦，这里交接后面那只比较旧，前面那只比较黑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前面的内铁是新的，比较黑，后面内铁比较旧，所以这整只么字型的内铁是新的。你爸爸是修理车，你自己对车子也会一点兴趣，应该也会密藏密藏。从修配厂是我爸为我开的，我几岁那一间修配厂就几年了啊，所以你自己也会懵逼啦，懵逼。哇，所以你真的是对车也蛮有兴趣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不洗车？小孩啊，小孩占用太多时间了。哦，小孩占用太多时间，对，洗小孩就好了。洗小孩洗不完的，洗屁股。那这台车你开那么久啊，你觉得它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最大的缺点就是空间不够啦，啊，动力比较小。空间不够，你还好生，你靠要生个啥？哎，那也够。够有什么缺点？会够歹无？有啥物毛病无？目前没什么毛病啊，只是就引擎脚就正常换而已。哦，有换过引擎脚，还有还没换，还这引擎脚很抖。哦，很抖，升功力接受度蛮高的。对，就让它抖，就让它抖。哎，欸，你有没修理过物件？不可能吧？没有啊，我都没修理过，没大修啊，都正常保养。套材换过什么？那可怜，变速箱没修理过，都没有。压缩机没修理过，都不用。真的没坏，皮带总换过吧？皮带换了好几条啦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换过，这边换了三条轮数，左前轮都是左前轮，只有这边换过，其他都还是正常的，到现在。那真的是没花到什么钱，没花到什么钱，都是耗材更换而已。对，耗材，还有一个就是油钱。哎，可是这一批我有遇过一些客人修过变速箱的。哎，我还没有，不要乱踩它啦。啊，你会常用手自排吗？手打模式的话就不喜欢。不习惯自己打，那别人啊，别人帮我打，自动打，让他自动打，对对，让他自动打。好啦，啊，这个看起来是问题蛮少的，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原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人哈，喔，麻痹啊，他就是什么没感觉，搞不好这台车稀累的呀，搞不好引擎也虚啦，变速箱也不行了啦，底盘也哩哩啦啦，然后只是他都无感，所以我现在上路，好，我帮他断一下，搞不好这台车已经不行了，嗯，搞不好我等一下开网，我就直接加厂商挑一台车。我老婆说可以买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老婆说已经生三个了，那撑这一台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上路，好，我就直接等一下我们开到福德坑，我就把它丢在福德坑，好，然后回来就直接加选一台车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出发，走。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哎，欸，师傅，嗯，这车臭臭的，客人来看都打臭的。哦，吃鸡少年鸡，吃久你就做头鸡，搁咸臭豆腐、咸臭鸡的味。那这车这么臭，要怎么卖？一定要菜鸡呢，我要辅具啦。小狮汽车研发的银离子去味喷雾，有三种款式：150毫升的烟雾弹卡扣式，另一个吹耳器，开室内循环，给它丢在副驾驶座，喷到它死为止。你人不要在车上哦，20分钟保证你喷空管、空喷。编号001啊，无香味一种的啦，你来数啊。编号002，但是它有味道。我来讲，我嘴转给你看。我要看车，请上车。好。哇，陈大哥，我要买这台车。下面一位。啊。哇。哎，陈大哥，我嘴阿文。下面一位。哇，陈大哥，我要买。一直卖呢。他加了档不档？师傅，阿文前车前到手软了。嗯，想解决空间异味，就使用这罐，快上小狮汽车虾皮购买哟。对，没有，抖成这样。哎，欸，你这方向机满挂掉啊！你是，我就知道一点一介狼麻痹麻痹呀。唉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试车，我们直接挑一台车好了，你觉得？现场换车啊？嗯，现场换车，我刚刚边骑呀。哎呦，看底盘倒是还不错哎。人当讲步步叫，哇！这人当讲有好处呢。什么？囡仔做好困的，白噪音。囡仔无听这些声，佫困袂去。
哎呦，不过这个底盘避震器调的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弹跳感没有，还不太不觉得会弹跳，不会乱跳，软硬适中。不过虽然那个刚刚这个抖动蛮大的哦，不过这个怠速其实啊就不会蛮稳的。我如果打到 N 档，其实怠速很稳；打到 D 档，哎呦，入档就会抖了。哎、欸，不过变速箱是真的还不错哎、欸嗯，我想到变速箱很浓还是啥？没，吹起来是真像哈勃拉什么样，就是 CVT 的感觉。风切哪大声啊？就大声啊！该练的拢练起啊！哎，不过虽然风切是很大声，但是蛮意外，就是车上啊那么多隔息哦，嗯，可是过坑洞不会有吵，没有什么内装的那种稀稀甩甩的那种，嗯。声音呢？我觉得这个是三菱的车的一个优点哦。三菱的车，我觉得其实组装上面是还不错的，还不错啊。啊，主要一个重点在钣金重了。对，它的那个底盘啊，其实是在国产车里面，我觉得算稳重，算不错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组装的那个品质扎实度，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，不会有那种黏黏啊，或者是用料那种很。不会像特斯拉啦，很哎呦，你不要得罪特粉哦。我有买过特斯拉，真的假？买完两个月就卖掉了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 ？Model X 啊，那时候是买100D，啊那时候干嘛？想要体验呢，体验特斯拉，开两个月不习惯，我就朋友说他，然后就直接卖给他。也不是说像特斯拉，很多国产车其实都会洗洗甩甩。那我觉得三菱的车其实它的扎实感会比较有一点，比较好一点。我自己从以前的感觉呢，嗯，但现在我不知道，但以前我是觉得还不错。现在也很棒啊，现在也很棒，来不及，就拉皮嘛，拉皮，东拉拉西拉拉嘛。啊，你下一台有没有想要换什么车？有没有在想？一直都在想啊。你曾经差点买了 Kia 的车，那时候有订那个，啊，你有订 Carnival 七人座，你有订大台那一台？对，啊，没多久就跟业务说不要了。为什么？要等两年，回去思考一个礼拜之后就不等。然后后来又撑，这台又继续撑，继续撑，撑到现在，撑到老三都出来了，老三都出来了。你把这卡没呢？哦，当然啦、啊。哎，当迈开的现在，我要改排气管，最好听就在隧道里面，可以听到那声音。可是你的风切声太大声，我都是听到风切声而已。轮罩声也蛮大声的，很大声。轮罩声也蛮。该换了，轮胎也该换了。哎，轮胎不要撑呢，真的不要撑。后面有一个以身试法的呢。啊、不要在伤口上撒盐。别、哦、让昨天，不要，没关系啦。那个他已经忘掉了，来得快也去得快。去得快，去得快。啊，你现在想换什么车啦？最近啊，最近有在看那个 M3 的 Touring。M3 Touring， 可是我觉得 M3 Touring， 你三个小朋友也不太行，也塞不太下。你怎么可能三个安全座椅塞得下？老大换那个啊，成长椅，它就是缩小了。嗯啊，那让你照顾不到啊！我觉得你那个现在个人爱玩运兵车啊。我莫讲每趟买运兵车，为什么？想买啊！他不喜欢 Toyota 跟 Rangers 啊，无卡斯汀啊，你买在跳三正五啊哈！啊，韩国车你可以吗？你啊，对，你在订 Carnival 啊，对吧？订 Carnival 韩国可以啊，有去比较过啦。啊，结果嘞？不是很喜欢它的外形 ，Carnival 比较好，配备好很多啊。可我觉得你要七人座啦，你那个 M3 Touring 那种不行。今天啊，你要七人座的啦，啊吧，那个啊 ，7X90 那种的啊。我会这大妈的呢。拜托的啊，要坐的啊，要遐蛮大只啊。我比女人还善变。对，我嘛感觉你就好改来改去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会员哦，都已经聊天聊到都知道会员的个性。这样比较好啦，不好，比较像自己人呐、啊。不好，我现在聊一聊，我觉得越来越无力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店里没有适合他的车。哎、欸，好了，试一下你这个车啦。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车况真的还不错，难怪你可以从台中开上来稳稳的、嗯。这个真的，你爸爸哦，当初把他顾得不错，顾得不错，交到你的手上，真的是车况是还不错的、嗯。啊，不过是真的啦，如果你要继续开下去哦，轮胎。真的是要再换一下，引擎脚再换一下、哦。嗯，我觉得这台车还可以开很久，因为我觉得整个变速箱其实开起来还是蛮顺畅的。哦、啊，而且再加上以你这种麻麻的个性哦，风切声再不要管它，音乐个大声的。你看，你看我们现在再加上下雨，我们讲话越来越大声。刚刚在小亮哎，刚刚啊，你伫车顶跟你某你讲话是刚刚在小亮哎，大刚的音乐叫，大刚音乐叫嘛。下雨加轮噪声加风切声再上讲话，好像他美术在玩 gay。大刚的。也、欸、不错，其实有时候代步车就是这样，
冷气会冷，嗯啊，然后底盘真的有出乎我意料，我本来以为开出来会哩哩啦啦，说实在的，然后引擎跟变速箱也蛮出乎我意料的，引擎跟变速箱整个是顺畅。那冷气呢？下了雨之后更冷，更冷。本来上车的时候还怀疑一下这冷气到底是有冷还是没冷啊，但是下了雨之后呢，我所有的怀疑都不见了，好冷哦。这个就是老车的优点，所以以前开老车的时候最喜欢下雨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冷气又冷，好，然后又不用怕抓温度，嗯，然后以前开老车也最喜欢开高速公路，撞风，哎，又会撞风，所以我觉得哦，有时候一台代步车啊，让公斤那样，真的是要勤俭持家，要省着点花。嗯，这个车你现在在卖啊，真的剩没多少钱，了不起，你出去够了，跟你讲，跟够背板十万都没卖啊，无，然后我跟你讲旧换新啊，无卖到啊，好啊，可是说实在，你不卖，花点钱，那弄一弄，花个几千块，整理一下，底盘也好好的，冷气也好好的，讲难听点，小朋友、年轻人代代步超好用，那 BQ 都把安装这样嘛，没卖啊，卖阿好得啊。哎，是说这个车你觉得应该蛮好油的吧？很好油啊。三菱的车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点的油耗都油耗不漂亮，不管 Linger 啦，从以前什么 Grander 啦，哦，一直那时候 Gallon 也不错啊。Gallon 嘛就耗油，对 ，Gallon 就耗油。以前三菱的车一直就是都不省油。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会员老林呐，哈，一趟路从台中上来跟我们分享这个，其实 Fortis 在我们的频道也算很常见的一台车。哦，其实我也算对这台车的印象很不错啦。它从以前的 Lancer 啊、Mirage 啊，到 Gobo Lancer，到 Fortis，其实在我们频道真的 Lancer 算出现的频率超高了。唯一我跟你讲，我的遗憾就是 EV 又还没有在我们频道出现。想拍吗？哦，好贵哦，我弄一台。看他一台 EVO 6 EVO 7一台要180 190，欸，超过200，九代超过200，买嘛卖孬啊！欸，我有200万，我要买白种的。欸，2006年一只180万，我也买会起啦。正牌的，我说正牌的，哎呀，啊，还几台800-900，还真无法度，好不好？现在非常谢谢老林，也谢谢大家收看这个会员推车。如果喜欢我们会员推车的节目，也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咱们下次见。拜拜。哎，下雨啊！哎呦喂！哎，雨刷换一个哦，雨刷唔敢换哦。啊，拢啊，台中就无咧用啊。啊，台中无咧用哦，台中无出来咯。对，我的错，我的错 ，my bad。不刷几次就软的啦。多用几次就软的，多用几次就软了。对对对，有道理呢哦。对，跟男人一样哦。对，用着用着就软了，靠腰。欸，真的刷着刷着就软了呢。对，刷着刷着就软了。而且变清楚了，刚刚一开始真的蛮硬的呢。对，有啊，有啊，有这种雨刷，长知识了。